跟住我哋讲到曼联作客诺域治嘅英超赛后评，咁如果大家寻晚系有睇专属直播嘅话咧，咁都会知得到咧，我就系估曼联赢诺域治系3-1、4-2，甚至5-2噶嘛。咁因为呢就睇完嗰个正选阵容之后呢就好容易估到係呢啲结果㗎啦。咁不过呢今日嚟讲呢个赛后评呢就先唔讲苏斯一齐用咗啲乜嘢阵容结构同埋组合先。讲咗呢一个呢就曼联最基本嘅连结能力先。嗱，今日啦，一开波就睇到真系嘅进步咗嘅，好清楚睇到啦。因为之前咧就太差嘛 ，OK 啊。咁啊，虽然啦，任何一支英超强队咧都有呢一个基本嘅连结水平噶啦。咁依家曼联只不过系去到一个基本嘅水平嘅啫。咁不过啦，都真系需要曼联呢一边咧滴起心肝去练啦，因为之前好曳噶嘛，真系吓。咁依家去翻正常咧。都真係要滴起心肝去練返啦，咁而且呢係向咗個正確嘅方向去練啦，咁樣先至會練到出嚟嘅。咁所以就係話呢點都要畀返個 credit 呢一個曼聯嘅教練團隊，咁佢哋都總算呢就有返啲成果啦，就令到曼聯嘅連結嘅速度快咗啦，冇波走位多咗啦，整體意識合作性好咗啦，就冇以前咁拖泥帶水啦。咁以前嚟講呢猜唔過半場就根本冇乜嘢好講嘅，咁今日嚟講呢能夠猜過半場啦，連結快咗爽朗咗啦，係唔同咗好多嘅。成班曼联整体好了，直头就带起埋之前控球和连结都很差的费特。费特今天呢出奇地定当了很多的，少了很多没必要的失误。麦汤文尼也是正常一点的，只不过就去到比赛最后他松散了一点，中后场想着推进被人抢了个波打反击被人破蛋的样子。不过呢只要麦汤文尼下次呢小心啲吓，记得咧就谨慎啲啦，就唔好再俾自己良好嘅表现上蒙受污点噶啦。咁而今日另一个中场球员彭利拿咧，就直头做晒主角添啦。嗱，我知道啦，佢之所以能够打呢个系进攻中场，都因为睇过国际冠军杯，咁但系国际冠军杯始终都系友谊赛啊嘛。真係去到英超嘅時候啦，俾機會佢打進攻中場做主角，佢做到啦先至叫證明到㗎嘛。咁今日嘅機會終於都嚟到啦，咁而且呢佢把握到證明到。無論啦喺引領攻勢定係禁區頂嘅細緻度呢，技巧細緻度方面呢，彭利拿都係好過連加特好多㗎啦。大家都會見到啦，係來自上半場嘅11分鐘嘅時候，呢一下嘅彭利拿中圈轉身過對手，嗰下係做得好流暢好靚，同埋呢係再即刻交個手轉攻嘅直線上去嘅。連加特就冇可能會做到呢套嘢㗎啦，呢套動作做唔到啊，連加特。咁我自己呢好高興係睇到呢蘇斯一齊喺賽後訪問嘅時候肯定咗彭利拿今日嘅表現。咁希望呢就係彭利拿之後呢一直都係打返個中間，唔好打右邊啦，右邊佢唔夠快，但中間呢佢啱打好多嘅。希望呢今場波之後連加特就唔使再打進攻中場做主角啦，主角位置之爭呢以後就係來自呢個馬達同埋彭利拿㗎啦，咁邊個狀態好啲咪用邊個囉。咁暫時嚟講睇嚟真係彭利拿嘅狀態好過馬達嘅，咪彭利拿打中間就咁簡單啦。咁真係啦，正所謂就係水漲船高嘅，曼聯整體好咗呢個別球員都跟住好埋，之前呢整體唔得呢大家球員就累鬥累嘅啫。咁所以啦，如果喺呢個10月份嘅國際比賽周之前去對諾域治呢場波嘅話呢，就真係可能會出現諾域治仲猜得好過曼聯嘅尷尬局面。不過好彩國際比賽周之後呢先至呢就踢呢場波，咁曼聯喺國際比賽周嘅途中呢閉關啊，訓練返呢個基本嘅連結水平出嚟，咁呢就唔使話咁尷尬啦。咁今日呢只不過就係剩得返呢個初段見到艾樹利楊格自己一個呢就唔係好夾下對波咁樣，佢用多太過多高波啦，咁呢就係增加咗曼聯斷攬嘅次數。咁曾經出現過4分鐘嘅時候呢佢用高波斬上去俾諾域治打反擊嘅。咁不過啦，曼聯今日呢又真係唔使驚話同諾域治打任何嘅比賽品種㗎喎。講到呢一度呢就開始要稱讚返蘇斯一查今日所選擇嘅陣式啦、陣容結構啦、各樣嘅係佢嘅賽前嘅部署嘅。咁點解啦喺選擇球員上今日唔用馬達呢，就係因為呢要準備同呢個諾域治快打快㗎嘛。馬達比較慢，
要快打快嘅话，唔用佢就合理嘅。嗱，诺域治一向嚟讲咧，系有快打快嘅历史。咁就算系对住强队咧，诺域治都系有对攻嘅历史嘅。咁所以咧，苏斯一查有见及此咧，就用咗三个运转力最好嘅后生仔打正选中场。咁亦都咧就系前锋方面用最快嘅三个人。吓，呢个咧就系丹尼尔詹士、马斯亚福仔咁样样。17分钟就成功打到第一个有威胁的反击，速度快的彭利娜做超级连结人过对方一个再交波，又是连加特做不到的动作，再找到前面的福仔马仔入禁区射门。但是呢，曼联今天的这个阵容呢也都不用怕说踢得慢的，不是只是说能够踢得快，曼联今天的阵容也都可以踢得慢。如果诺域治好像对着曼城那场样去死守曼联的话呢，咁呢個彭利娜就可以即刻變一個咧，就叫禁區頂嘅主角，即刻變成4-2-3-1-0型主攻。嚇，亦即係話咧，真係要稱讚蘇斯一查啦。今次呢一個結構嚟講咧，係好多變化，亦都要稱讚翻咧，就係佢自己咧識得及時停用三中堅結構，變翻個4-3-3個變化先至出到嚟㗎。你三中堅咧就變化唔到啦，但前面，但你4-3-3嘅話咧，你隨時可以變4-2-3-1咧。即是说呢是可以进可攻亦可以退可守的。退落嚟 4-3-3 又得，来回高速球。4-2-3-1 主攻压上去又得得咗。咁亦都呢就係、既能踢得快亦可踢得慢嘅组合嚟㗎。咁所以呢四个嘅后卫嘅变化呢远远係好过呢个三中坚好多啦。咁其实今场赛事之前呢，苏斯一查曾经讲过话用返三中坚嘅。但突如其来呢佢就唔用喎。如今呢就变咗唔用喎。可能係玩心理战喎。呢度我唔知点解。但点都好呢，多谢苏斯一查悬崖勒马唔用三中坚。咁其实呢只要大家係合作得好嘅话呢，个意识个连结係好嘅话呢，个冇波走位合作性係互相配合到的话呢，其实是用回四个后卫后场猜波都没问题的。今天都是猜过到半场的了。虽然上半场20分钟的首个入球打开纪录的方法是用明埋明埋产生的。啊，重要就是靠对手的防守力差，不解围被蜜汤汁计。不过呢都真的不可以说抹杀今天曼联的进步。是猜过半场这一 part 上面呢是做得返晒出来。咁亦都呢就是有人出来打来回高足球先至话有个好嘅结果。打咩战术今日曼联打到咁样嘅。咁今日呢一个呢就是正选嘅阵容的确有啲惊喜呢。咁球员嘅整体表现呢都令人安慰。咁我只不过呢就是仲系对呢个福仔有少少微言唔满意嘅啫。因为呢面对密集嘅时候呢，福仔仲系有少少个人主义嗰度弊呢。同埋佢唔拉边，虽然今日可以打来回高速球佢可以唔拉边，咁但係有好多球波其实佢都唔一定要自己去晒嘅，简单啲交俾队友就 OK 啦。咁呢方面呢福仔要进步返啦，如果唔係嘅话呢好快就连英格兰国家队嘅位置都冇埋㗎啦。曼联领先咗之后呢，诺域治当然更加进攻型啦，曼联可以再打呢个对攻来回高速球，去到24分钟呢搏到12码啦。马仔呢就终于都系踢得勤力啲呢，可以翻嚟就係压迫抢波，抢到波发动曼联嘅反击，轮到佢做埋超级连结人送直线，丹尼詹士搏到12码。不过呢就俾呢个呢就係扑救12码之王啊添古尔呢就救到福仔嘅12码。大家都记得啦，係2014年世界杯八强荷兰对哥斯达黎加。咁呢个呢就互射12码嘅期间，就係呢个荷兰嘅守门员添古尔做英雄㗎嘛。咁但係啦，其实今次呢个12码嚟讲啦，这个扑十二码之王呢是犯了规在先的。福仔仲未射个波的时候呢，添古尔两只脚都离开晒条底线啦。咁条新例呢就讲到明㗎，至少要有一只脚留喺条底线度垫住，直到对方射波为止㗎嘛。咁所以呢今次嚟讲呢其实犯规啦，要重射㗎。咁但係今次嘅 VAR 呢就视而不见㗎噃。咁至于啦，第二球十二码马仔嗰球呢，我就冇镜头可以清楚睇到添古尔隻脚嘅位置。咁不过呢苏斯一查赛后嘅访问就话其实两球十二码都要重射嘅。咁但係啦，呢个添古尔一场嘅赛事里边捉到两次路都唔嘢少啦，不愧为扑十二码之王啦。咁佢通常呢都系用心理战㗎。射十二码之前呢整色整水搞嚟搞去，或多或少就影响咗呢经验不足嘅福仔同埋马仔啦，就令到佢哋两个呢都射得唔靓㗎。咁不过呢曼联就唔需要话用十二码就拉开到纪录㗎啦。即係呢我今日咦係喎，今日我之前係估呢个呢就係5-1啊，5-2啊。
咁如果呢兩個細面碼都入埋，就五球噶咯喎，係喎啊！講翻啦，曼聯咧就唔需要12碼拉開紀錄嘅，去到30分鐘咧，洛域治有前冇後咧，後防線去到中線嗰度啊，中正蘇斯一查嘅下懷啦。曼聯用三人咧高速嘅反擊組合，馬斯亞做支點回後，丹尼爾詹士長傳急攻。福仔單刀搞定，下半場72分鐘同樣用類似的手法開到三球，搶到波，跟住打反擊，福仔自己今次佢就唔自己去啦，選擇同馬仔做撞牆，咁咪好囉。入到禁區之後呢，福仔今次又唔自己去啦，做個支點俾返馬仔，咁咪好囉，輕輕鬆鬆可以幫到馬仔入波啦。咁所以就係話啦，冇個人主義呢就好好㗎啦。咁其實今次嚟講呢球波都見到福仔漂亮嘅後腳支點助攻，福仔其實有潛質去助攻嘅，咁不過呢佢就係唔肯助攻啫，佢要自己去啫。其實只要改一改就得㗎啦，你改一改嘅話呢，嗰、那個呢職業生涯呢就會差好遠㗎啦。去到最後呢就梗係要講下呢個連加特㗎啦，點解要講下佢呢，係因為佢後備入替都要講下㗎。首先蘇斯一查呢今日就係安排咗佢基本嘅位置呢，就後備入替嘅連加特其實打右邊。咁防守嘅時候呢，防守嘅時候呢連加特右邊㗎噃。咁蘇斯一查連續兩場都冇擺佢打中路做主角位㗎啦，啱㗎噃，係好事嚟㗎噃。咁不過啦進攻嘅時候呢，連加特都會偷偷地自己入返中間嘅。咁但係嘅領先緊3-1呢，可以打反擊就唔一定要拉邊。咁依家最緊要嘅地方呢就係連加特先作後備啦，曼聯領先咗呢，連加特先至好出嚟。咁之後嚟講呢，連加特鍾意點都得啦，冇所謂啦，即係難聽啲講句啦，垃圾時間先至用連加特就乜事都冇嘅。咁嚟到呢度呢唔係乜事都冇喎，click埋廣告至好走喎，click廣告撳廣告彈廣告視窗出嚟同埋播曬有聲廣告片佢下，咁至幫到小弟有返啲收入㗎，多謝曬。訂閱啦，撳鐘仔啦，方便接收新片通知啦，咁同埋用25蚊嘅方法做頻道專屬會員啦，多謝曬。手機啦，片嘅下低會有固定嘅廣告字眼位置啊，記得要撳耐彈啲廣告視窗出嚟，咁至幫到手。電腦記得要熄咗擋廣告程式，佢發現翻電腦片嘅裏邊有 banner 廣告片嘅右邊有炸廣告，記得要撳耐彈啲廣告視窗出嚟，咁至幫到手。而無論手機又好，電腦都好 ，YouTube 都會時不時喺片嘅任何位置插入廣告片啦。咁大家除咗播曬條廣告片之外，仲可以一條廣告片嘅裏邊揾廣告 link 落去，例如電腦嘅話，廣告 link 會條廣告片嘅左下角；而手機嘅話咧，廣告 link 會條廣告片嘅右上角。咁我哋咧就係。我哋呢就係聽日再見，拜拜。